吗？来来来来，对，这边用硅胶皮。铁葫芦。这边要用硅胶皮，还一个。别动。谢谢。这样就把它按成自动状态下面。你开始。它这个逆行指示灯亮了，它就开始了。你看一下这个温度，看一下，它那个曲线。它分两段了，你看它这里是那个加热的，然后这里是180的，180是第一段的，然后第二段就是245的，你看，它这里245的。其实是120，它这里分三个段了，它就会自己上来了。这样拿着就可以。硅胶皮啊，导热，导热，对 ，OK 了。